我就是因为他而来归真佛宗、归佛门的，因为我一年几乎快两年没有月经，没有月事，女人的月经，突然有一天一尊佛跟我讲：“你怀女生了，女的身体了。”然后叫我什么样？那接着没多久，我肚子里就有怀孕的小孩，然后念佛号，这个在目前来讲都没有听闻过。 未来又成为一个历史了，一个故事了，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了。就因为这样，才跟真佛中因缘具足，面见师尊而归依修持。而今日在大家的前面，在这样西方的国家，在没有佛法的国家，在真佛中第一代的国的时期来这样子的弘扬。我刚刚打了一个电话给他，下午你的 birthday。 你有什么愿望，我帮你写。他说有，我有愿望，你帮我写在附魔片上。他的愿望是，他回向，他祈愿，跟他同月同日的人，不要再轮回杀婆受苦，全部回到天堂。他这样跟我讲，请我帮他写，跟他同年同月同日。 不是同年了、啊，同月同日生的人，全部回到天堂，不要降生杀婆受苦。这就是他今天叫我跟他回的。我说：“你求你自己吧。”他说：“我这就是我的所求。”我说：“你缩小你的目标吧，这就是我的目标。谁跟我同月同日生，我希望他全部回到天国。” 回到净土，不要来沙婆受苦。我说：“你终于体会到苦啦，你终于认为人间是苦吗？”我就这样问他。我说：“我会帮你写你的愿望，我也会帮你许愿望。好，你帮我许什么？赶快早日出家。” 赶快清醒、清觉。今天我听他这样讲，很好。你终于体会人生的什么叫苦了。不要同一天跟你同样生的人下降来受苦了。你已经体会了，不错，不错，很好，还很长的时间，很好，可以做事。 就怕到八十岁还不知道人间是苦的，那真的是白来了。那今天能说出这个话很好。那工作很辛苦的，一天两三个工作的，两三个工作，从大学就一天打两个工作靠自己到今天三份工作。 没有人逼他这样，很奇怪，他就是要这样做，他就是要这样子工作，好像才叫人生。人家一个工作回去就累死了，他就是要做三份工作，两份工作，还要做 charity 去帮助人家没有钱拿，这样的人生非常非常的丰实，每一个时间都安排的紧紧的，九点半不上床不行。 晚上规定一定九点到九点半要上床睡觉，因为他四点就要工作了，他才有办法打三份工两份工。你看我们一点点就累的要命，所以他有与生俱来的冲劲能量。然后爸爸一直叫他回来，他在那里发挥的很好。 我一直很矛盾，要不要叫他回来？他在那里做得很好，人际关系八年真的打通了，正经正什么都很好。一个年轻人真的有他的福报、姻缘。我还没有听过我们这莲学校跟我们目前的同门有一个月赚他那么多的。现在要两手带我们这里起来，是空空起来的。 说他有他的骄傲跟他的自信，三份工作下来的自信、经验，他一个人主持一、e、份就可以十万人，他有他的众生缘，所以圣地亚哥 SOS 他回来，他跟我讲妈，我好像不应该回来，这里这么小，这么 slow，这么小。 这里的水准，当然了、啊，我们这里才七万多人，圣不老才四万多人的 CT，i y 他那里是快两百万的人，当然大都市，天天在大都市跑到这么小，当然是不适应了。那里的 member，那里的人，他的那一些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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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的这一些的人员 member，他告诉我随便带我出去走。 这是我 member 的，这是我 member 的，有一家随手一指一百多辆飞机的，那是我 member 的公司，那是我 member 的，那 member 大家都对他们好的不得了，来我们这里 nothing，嗯，member 是什么？empty，要来这里帮我们，好还是不好？所以我，啊、嗯，他爸爸一直叫他要回来。 因缘就是因缘，他有那个众生缘，自然他能够有这个接触。但是来到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帮助我们，我们能够被帮助起来吗？他那里不牵不挂反而好做，这里又牵又挂，又顾虑这个顾虑那个，很多时候展不开手脚。那今天他会讲，跟我同月同日生的人。 期望他们永远不要在人间受苦，来轮回，来受报，全部回到天上。嗯，可惜我们不跟他同月同日，他的愿望对我们来讲无效，对不对？啊、哦，他的愿望，我的三个小孩。 师生书上写出他一尊，我就说不要再说了，后面不要再说了，不好啊！你们以为羡慕吗？不好啊！考验有多大，你们知道吗？考官有多大，你们知道吗？稀奇什么？很容易就下堕，就像以前的台湾总统阿扁，还没有当上总统，多清廉，多清高。 理想抱负多大，一当上有这个名气的总统，结局是什么？阶下囚啊！你即使再怎么样的清廉清白，就偏偏就是有些人要塞东西给你，要奉承给你，要拍马屁，要各方面，你就失去了原则了。 你失去了正确的判断力了，人家拿多给你，你就失去了。结局就是，你有这个名位，就是害你去死啊！通通是周围显现出来，都是害你去死的。以前的清廉到哪里去了？以前的清白到哪里去了？所以一旦有一个名位，你就完蛋了。你以为是好吗？ 我们最近在台湾有一个这个领子的，把他道长全部卖掉了，人家捐的卖掉了，口袋钱放了离开了。不久前才把他的名字拿掉了，好吗？要这个名位？本来我认识他是多清纯的一个啊，出家是多清纯多发愿哦，结果现在。 我为什么我那么生气？因为我推荐的，气死我了！师尊叫我去找人才，我视人不清，眼睛被大便糊住了，就看他以前的表现，没有想到以后的考验。 气不气人呐、啊？是不是完全就变了？所以人家在跟我讲的时候，我就就就变泰山了，哦咦哦咦，捶胸顿足了，哦咦哦咦，怎么会这样？以前不是这样的啊，怎么现在变这样？还把整个道场都卖了，庙都卖了。 还反过来一直骂师尊，到处都叫人家退。哇！那时候师尊在台湾，说有上师推荐法师当上师，你们自己要担保。哦哦、我在后面，我整个人就萎在萎缩在后面。我现在坐在后面很好，前面拍都拍不到我，在后面看不到，轻松很多。 哇！我一听啊，所以那时候是师尊叫我去推荐人才，是师尊说的，否则我根本以前都不敢推荐，因为我知道一推荐他掉到地上，你也跟着掉的。这种事不是开玩笑的，他害十个众生，你也跟着害十个众生，而且你还要比他多利息，因为是你推荐出来让人家被害的，所以啊。 另外一个，哎呀，更昏倒，对不对？考不过试，哎、啊，就去了，在英国。哦咦哦咦，又捶胸顿足了。我已经过多问题了，那怎么办我不会说了，就像我的小孩一样，他要走他的路，各有因缘，各自走。 我觉得不是说守在身边培养就培养得出来，你自己的人生自己走，一离开母胎就是自己的生命了，自己个体了，该跌该倒自己受。我的思想是这样，所以我不会守在身边，一汤匙一汤匙的喂饭，一步一步牵着走，一枝草一点路。 都有他成长的因缘，不需要你扶，他都会走得比你还快。这是因缘，所以该跌该怎么样是自己的路才会体会。所以他跌过了，他面临了，他在三个工作当中体会了不同的众生了，好坏正邪是非。 他比谁都加倍去体验，他知道这个人生，不管你拥有什么，有钱的、有权的，他都遇到了，但是个个都是痛苦、烦恼、无名，经常跟我讲那个谁、那个谁怎么样，所以他在这样子快速的短时间面临这些经验，他知道都是受苦，很好。 所以呢，我们今天紫莲堂有这样的因缘，我们把握吧。如意轮，如意，大家一听到如意就知道，你的愿望所求，他都能够视服你如意。轮就是因为他有手上拿个法轮，所以如意跟轮，表示本身可以视服你入世的。 又可以出示修行成就的啊，六只手背，它有很多只的手，但是我们这里是以六只手背来代表。一只手做思维状，右手，然后呢一只手拿着宝如意宝，再拿着念珠，另外左手，一只手按着地，按着光明山。 然后再拿着莲花，第二只手上面拿着法轮在转，这六只手背各持它的法器作用。然后它这里有它的写词，但这不是我要的。它所讲的是什么？哦，它这上面有写，它的手思维像。 泯念众生的苦趣，是代表他要救这个地狱道的众生受苦受难的众生。他第二只手拿着如意宝珠，这如意宝珠是满众生的愿，表示要救畜生道的众生。他的第三只手拿着念珠。 是广济一切众生的苦，他是要救恶鬼道的众生，而地狱道、畜生道、恶鬼道的右手，这三道是这样：地狱、恶鬼、畜生。他的左手第一只手按地，按光明山，他这是代表要成就无轻动，不动心，是表示愿要救拔阿修罗道。 然后再来，第二只手拿莲花，他能够进驻非法，救拔人间道，救人道的。再来转法轮，就是救天道，就慈轮能转无算道，救拔天界之手。所以右手是三苦道，三啊，地狱、畜生、恶鬼，然后再来就是阿修罗，然后人跟天人。 他的六只手是代表六道的众生要救度，他有这样子的大法力，能拔度六道众生，而且修这个法很容易感应如意。你想求什么愿，你诚心的求，不要多。修这个法就是专注一个愿望，这个愿望为一个中心来求，最快达成。 你把这个力量分散那么多，就很难。所以修他的法就集中。我们今天有这个福报因缘来求，就求一个愿望。在六道里面的愿望，你都可以求。你可以转法轮，你可以修行出世的，你可以入世的，你可以拔脱这些苦去的。 看你要求什么，所以这个整个来讲，它有两倍、四倍、六倍、八倍、十倍、十二倍多种的形状。但我们现在，好、啊，目前以六倍来说，以六倍来做一个观想。所以这个如意轮也就是这样，他要拿如意宝珠，又拿法轮，加起来叫如意轮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很慈悲的。 还有现出多种多种不同的这样子的一个救度层面来显现，所以如意轮观音菩萨是非常非常的有名，尤其是在日本。日本的如意轮观音菩萨可以讲跟不动明为一样，非常的通俗，几乎家家户户都在成败的。啊，这个叫如意轮。那我们今天。 啊，就是以他为主尊，对，好吧，我们这一谈，今天既来之则安之，只有福之。师尊讲，只要做如意轮观音菩萨的法会，每个人都能够得到如意宝珠，如意宝，如意轮，法轮转动，宝珠是福。 每个人都能够得到真正的赐福，所以只能求一个愿望，最好一个愿望。你想好，就一直保持你那个愿望的许愿。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这样明白吗？一下子一刹那，他在站起来许愿，你讲的隆隆咚咚咚，人家已经结束了，你还得咚咚咚咚咚。平常你求什么？ 要想好那个愿望，韩立生，许愿，一秒钟，啪，讲完了。你平常都没有这种中心思想，叫你要求什么，叫你要做什么，叫你要说什么，拉拉杂杂的，你知道词不达意，重点提不出来。 所以这个今天给大家知道，你目前来讲，你需求什么？想清楚了吗？就一个愿望，你这一谈法就求这个愿望。想清楚了吗？梦渣渣，有人说三个，一个，跟我讨价还价，一个就一个。 你要三个，你要自己去怎么旋转，怎么样把三个的愿望凑成一个？像我当年，我大儿子求龙王保平法，他跟我讲，他五岁车祸，长短脚，这么高，差这么多，所以走路就变成一拐一拐。但是他不愿意人家看出他长短脚，他因为个子很矮，哈。 所以他要变成这样走路，其实是长短脚，<laughs> 你知道一见到人都是好狂的样子，只有我知道他长短脚，残缺。医生说要把长的那一个割开，那个肋骨把那个长的割掉。哇，一听心就好痛，不敢给他再开刀，所以就只有这样子放着两寸半，这样子。 长短脚，我知道这是遗憾，他的遗憾也是我的遗憾，所以我自己当年的失误，五岁小孩放在汽车里睡觉，我把门关起来，陪着我妈妈到医院去打一针，我想只有几分钟，想不到我门一关，他醒过来，他跟在我后面没有叫我，因为那医院他也去了好多次。 我跟我妈妈进到医院了，她学我以前教她的，依次看旁边，看左边，看旁边，看左边，看旁边，旁边就这样走过去。后面那部车就砰就穿过来了，就飞了一百次。砰砰。我妈妈五分钟以后打完针，我跟她手挽手，哇，前面怎么那么多人？哎呀，像毛毛雨，恐怕车祸。 所以呀、啊，下雨小心哦，要开两个母女这样走。结果走到路中央，看到一对他的鞋子，他不是在睡觉吗？哇，精神崩溃，开始大叫。他就躺在路上，血就流了，担架、医生都在旁边我就哭，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 旁边个女孩一直哭，旁边一个人讲：“你看到旁边那部大车吗？”我就看，压过他，哦，要过他能活吗？就这样，我终于相信大陆讲的白发，你一夜之间白发是怎么样？真的，内分泌神经失调，整个爆发就会白头发。那时候我是全身红豆，从头到脚，全身起敏感红豆。 我的嫂嫂到医院看我，拿一面镜子给我看，我才知道我怎么变那样子，就是那样，脚就断了，幸好命救回来。那时候血流不止，医生也不能开刀，才五岁男孩子，我趴在他的救护病房，累到整个人趴下去，耳朵旁边有个声音，云南白药，云南。 白药，我趴着，云南白药，讲三声，我惊醒，什么东西？什么云南白药？马上打电话给我嫂嫂，你知道有云南白药这四个字吗？她有，那是什么作用？那是给那种非常大的伤害，里面有一颗红色的小药丸，可以止血的，可以救命的。我说你马上赶快给我买，我刚刚听到有人跟我讲云南白药。 结果我嫂嫂马上买，赶快给我，赶快把那一粒塞进去。那时候血流不止，医生也不知道怎么办。果然那个药吃下去就救命了，血就凝固，好奇怪、哦。种种一生当中的经历说不完，人生很奇怪，所以就这样。曾老师真教了龙王保平法，他希望他的脚能够好起来。 怎么好？他希望打进 Division One 的美式足球队，有分六级美式足球，他希望打入第一级，打入第一级就有希望成为职业球星。这是变成什么希望？他希望他的脚好，他希望他有足够的心态，机会把他发掘，然后到达这样的学校去读。 那我就叫他修三个宝瓶啊，他说不行，三个宝瓶太贵了，他是学生没钱，他只有买一个宝瓶的钱。所以那我说，那你扔三个选一个。结果最后，他一生当中就只有那七天，唯一的一次来跟我们共修，一九九零年还是什么九二年，我忘了。结果他就同时来，我说只一个愿望，他说是。我说那你求你怎么你求哪一个愿望？ 好，我求我能够进到美式足球的 Division One，身体脚都健康，能够进去读。好，意思就是这样，好像说起来就是一个愿望，其实是他三个愿望变成一个愿望，很聪明的小孩。结果真的，龙王宝瓶修完，献完宝瓶，回来没有两个礼拜，我们这里有一个师姐。 的老师从广州来，很有名的骨科医师，要找一个义工，哦，找一个人来来跟大家讲这个教学，他们就推荐我儿子。我儿子一趴上去，那个老师就测测测躺，你有长短脚哦？他说是，那你遇到我你就遇对了，我专治长短脚，<laughs> 然后就啊就弄弄弄，那就叫人家拉他的腿。 我记得有两个师兄来拉，每个都跌倒，呵呵腿太粗了啊！他的一只腿就是一个小姐的一个腰呵呵，这样子，就这样，结果一下来他就差点不会走路了，因为就调了一半好了，本来这样就调一半他已经习惯这样子了，突然之间弯不下去，就赶快跑回家跟我说，我觉得有可能吗？不要开刀。 他说下礼拜他还要来，就下礼拜又来了，把他调好了。哇，我实在太兴奋了，马上冲过来要问他是谁，要跟他好好感谢。请问请问，哇，医生您贵姓？龙龙王的龙。哇，当场我当场就愣住了，天底下有这么巧合的事吗？啊，天底下有吗？可是他从此他的长短脚没有开刀就好。 不要小看真佛中所教的每一个法，很神奇，很应验。再来的愿望，他真的打进去那个 Division One 的学校，还奖学金。为什么？他们学校是很烂的，没有那一个成绩让星探来发现的。 打十二场、十一场都是最后一名的，最后第最后一场，他跟教练发脾气吵，他觉得他的前途没有了，高三了，下学期了。教练一气之下不给他上场，他就没有机会上去表演了，比赛了。结果他以前的旧教练来参观，也跟那个教练讲：，既然你们都输了，为什么不让他上去？ 试试看呐、啊，对你来讲没有差，反正都输了。结果他就真的那个新教练就让他下去，他被封闭了那么多场，突然之间下去打就发狂，然后那个旧教练就从头待到尾，就一半场的 tip 把他送到各个 division one 去推荐，就人家就收他了，有这种事吗？ 所以你们说呢？真佛中的法，很多都是不可思议。所以为什么你们问事，我都要讲修法回向？因为我个人就是修法回向改变命运的，什么都不必说，就是修法回向。修法回向，太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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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谁？ 我们有什么？今天要盖一间这么大的庙，有几个人做起来，上面打，下面压，左边踢，右边捶的这样子的环境，我们还要盖起来。现在快完成了，谁会相信？就是修法，就是修法而已，我没有其他的。 人脉背景都没有，孤孤单单的拖着一箩筐的包袱往前走，拖到我自己都快倒地了，压力这么大，责任这么大，负担这么重，还是一步步的走修法，三十年如一日修法，就如师尊。 当年我问师尊，什么什么什么，师尊就修法就明白了，修法就知道了。所以我就是要回归很简单的修法，但是说起来不简单，不简单在哪里？你不能专注，你杂念纷飞，你定不了你的心。当你观想每一尊佛菩萨放光照你，不是只有照。 你哪里有问题，把它全部排散出去，清洁出去，清洁清除出去，你这一个黑暗就变成光了。这个上面光在照，让你产生光，不是就这样，你要进入这个光，这个紫光、慧母光要进去相融，然后你在里面没有你的我，变成整个大我，大光明显现。所以这个大光明的成就一切。 你就有了，你一谈法出来，就完全不一样。为什么你还在烦恼？为什么你还在生病？为什么你还种种的不足缺失？因为你没有修对。我只能这样子说。大家如果知道我两年多前我的病病况，我连走楼梯都不行，我要坐轮椅的。 我痛得不得了，一个礼拜三次进急诊房，医生照光照什么都说要紧急要开刀，我就是拒绝开刀，因为不是百分之百成功率，五十 percent，那就是看你的因缘机会了。我如果机会不好，我就瘫痪，终身残废。我要这样子坐着轮椅痛着走，还是要终身瘫痪在床上？ 我当然宁愿现在能拖我就拖，我不要开刀，在我的当初的想法。那怎么办？没有任何可以帮你。中医用什么样针灸，用什么推拿，那都没有办法迅速能够帮你。怎么饮食，怎么样调都没有办法，痛的不得了，龇牙咧嘴，天天哭着叫。哦，那种痛，我到现在。 想到还恐怖，可是因为我不想吵家人，所以我忍着。我那个旁边椅子好几个，那个椅子的背都给我捏歪了。不是木头椅那种，好像空的那种铁杆那种皮都被我穿动了。我那种痛，痛到能够穿过椅背，你也叫不出来，只能这样子用这种力量，那样子的痛，所以我记得那种痛。 痛就赶快吃吗啡，吃止痛药比吗啡重八倍的，赶快止痛。我不要给人家看到我这种衰样、痛样，不要给人家家里看不起我。上司修到今天这样，这是周师兄最会讲我的话。只要做什么，就拿这句话：修行人修到这样，一个上司，修到这样，啊，所以常常哈、哦。 如果不是他的大助人、啊，我今天也不会挺得那么肩膀那么硬。一下车走他的，回头都不会扶你，你摔倒了他也不理你的，用这种激将法，用这样子的、哦哦，让你知道人生任何人都不可以靠，只有靠自己。从他那里学到这种坚强的意志，哇，很硬的这种，很硬的。就像我刚讲，我的儿子发生那么大的车祸，随时都有可能死。 紧急打电话给他，他来了，到最后病房看一眼，这样从头看一眼，看我一眼，然后就弯身就走了，就不见人了。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你骂我也好，你哭也好，你话不讲，然后就这样走掉。哇，我们又是在做泰山了，哦一哦一，捶到内胸都都出血。 世界上就这么残酷的人，然后一个礼拜都不见人，就是靠你自己，啊，恨啊，后悔啊，什么都在自己的内心里。就有这种人，你看遇见，所以我我的助缘很大，我能够成就，真的要谢谢他，是不是？他就是给我这么样的助缘，我前几天才哇又开始发作，为什么？ 我说我是贼吗？世界上有这样子吗？家里的手机是自己的，给我时间线差不多一百分钟，我打几通一下就没有了。好，家家里的座机除了那个城市，什么通通打不出去，全部被 c 掉，是长途电话。然后丢一个五块钱的卡片给我，你已经给我用了三块半了，只剩一块半了。啊。 我世界各地都要联络的人，把我关到这么紧。在上个礼拜、上上礼拜，我的生活是怎么过的？比你们不知道苦了几十倍。但是心一转，感恩感谢。如果世界上没有这种人，我修不出来。跟他相遇四十几年前。 我有手表，抱八手表；我有耳环，抱八耳环；我有项链，抱八项链。通通不要我戴这些，不准我戴，还不买给我。逢年过节，什么节庆，什么什么情人节、结婚什么，通通不买任何礼物，不任何庆祝。啊，就是来助我修行的啦，真的很感谢。如果你情我浓，如果物质丰富， 今天我不会这样修的啦！我成就真的，他一定会有成就的。我的生活不如你们所想象的啊，非常 tough 哇！所以我经常要哦咦哦咦，捶胸顿足啊！但是修了佛法就要马上转这种困难、艰难的环境心境，嗯，要转过来。 转过来，看到他大贵人，大护法，大护法呀，大护法，感谢你，我一时迷失，又把我拉回来了，不给我享受，不给我骄傲，不给我任何的一点的多出来的思念，老老实实就是要修行，感恩感谢，我一段时间回来。 我的房间的东西都不见了，为什么？他通通把我送人，丢掉了。要这些东西干嘛？修行人要这些东西干嘛？所以，你们不要送我任何东西，我来不及转换的话。所以，真的谢谢。 你们无法去了解我的过程，我内幕都这样了，更何况外面？就因为我的内都有这么好的助缘，所以外面再怎么样攻击我，我都已经很淡了，是不是？很感谢，这就是老天的安排。以后要走修行的路，你们也像我这样，你们一定会修起来的，不得商量。 世界上有这种人，我痛到这样，走他的不会扶我的，所以我的拐杖，哦哦，他就回头冷眼看你一眼，哼、嗯，丧尸哎，哈、哦、哈，马上就慢慢走，稳稳的走，不会这样啊啊，扶、哦哦、我好像痛，好像痛都没有了，被他击掉那个痛苦了，嗯 他若服我，我，一定啊呀、哎，整个趴在他身上，哎呦哎呦，真的是被他激起来了。跟大家讲，这是真的。这种激将法，这种瞧不起我们，激起了我们的本能。对我是修行人，我是一个上师，我可以这么衰样吗？我可以这么样子软弱吗？我可以怎么样吗？没有错，所以坏。 不就是不见得就是坏，好也不见得就是好，也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今天跟大家讲，所以今天啊，我小时候没有培养到的女儿，回向给所有跟她同月同日，不管在哪个地区、哪个国家、哪一种民族性的人，她祈愿。 不要再回到沙婆轮回受苦受报，全部都能够回到天国净土。不要再回到沙婆受苦轮回受苦，这是他今天的愿望。啊，这是他今天的愿望。他能够许出这个愿望，开始在踏出人生的第一步如果照着这样子的发愿。 生日的发愿，来因此而来清醒自觉，非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啊！所以我们现在开始了，跟大家结缘，有同门啊，跟大家结缘，来发出去。 一个愿望，写自己的名字先。在等待祈愿后面的时候，前面多念几遍。自己写自己的一个愿望，想好。就一个愿望。有时候哈、啊，多出来的时间，你可以赶快念多一点。这一尊佛菩萨祖尊的心咒。 你们在这个佛经佛典上可以找到很多，啊，这个如意轮观音菩萨，啊，如意轮观音菩萨的资料，啊，都可以找到。知道怎么念了吧？如意轮观音菩萨的心咒，刚刚有听到了吧？会念吧？都不会，你看看，所以参加完了回家也忘记了。啊，怎么念？ 那刚刚还摇头的人，赶快看呐！啊,啊，赶快告诉他们，还有谁不知道的，赶快念，不然等一下灯一关也看不到。然后就由收音机自己念，你就睡你的。啊,啊，那这一坛就没有作用了。怎么念？几个字？八十八个。怎么样数？ 一个字一个字来。他们这个念有一点尾音，他们的唱的音好，这个哄完了再顿一下再念 o 否则就会好像气接不过来。好，手印。 这就是持宝手印，中指相触，两个指头可以外拨、外覆、外拨，有这样子，也有这样交叉，但是我们用这个外拨手印比较清楚。这个是持宝手印，相靠，中指相触，后面尾指跟无名指。 交叉，外勃，这个就是如意轮观音菩萨的手印之一。好，我们要开始了。法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欧嘛呢叭咪吽。上师好,好，大家好。好，我们已经做完。 如一轮观世音菩萨的附魔啊，我说过，这种临时没有事先，已经早就安排的，那来参加的同门信众就是因缘啊，就是姻缘，因为这都是临时的啊，很有可能就是今天决定，或是昨天才决定啊，都是这种临时。那这临时听得到的啊，能来参加报名，那就是姻缘。 就是跟这尊佛菩萨有缘，因为像卢一伦，我们也从来没有主持过，是紫莲堂第一次，啊，因缘具足。那刚刚他就这样问，给你选择一种，一样，你自己去想。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成就，你要选择哪一种成就？譬如他要选择一样。 你要追求大财富、大神通、大敬爱、大智慧、大法力，好，大慈悲。六种，你要选择哪一种？这六道门，一个门写智慧，大智慧，不是一般的智慧，大智慧。 第二道门写大法力，第三道门写大神通，第四道门写大慈悲，第五道门写大财富，第六道门写大敬爱。这六道门在你的前面，就像他六只手，你选择哪一只手，选择哪一道门进去。 你选择那一道门进去，你就得到那一道门外面所写的。譬如大神通，你一进去，哇！大神通不是小神通，随手变来，随手要什么，马上就变化有得。妈，大敬爱，哇！每个人看到你呼啦啦，看到你哇，尊重的不得了，奉承的不得了，哇！什么东西，哇！ 你说什么都听，哇，供养你，奉承你，哇，服侍你，哇，尊重你，哇，什么都来，哇，大法力，没有人斗得过你，啊，没有人能够对你怎么样，因为你比他都强，大财富，你是世界的首富，随便随手你来，你都能够做得成功。 啊！别人做的要死要活，你不必吹、啊、一下，哇，就膨胀很多人哇，对不对？都送钱来给你，你做什么成什么？世界首富走到哪里，永远用不完的钱啊！大智慧，你说呢？啊，大智慧是什么？大慈悲是什么？你自己去想，你要选择什么？很难选择。 什么都想要，可是现在只能选一样。你想要选什么？嗯，还有呢？对，刚刚讲了。嗯哼，有人说了。还有呢？你们选什么？啊？你要敬爱哦？还有呢？你们不要大财富啊。嗯嗯，大概心里知道自己这一生都不会有财富命。<laughs> 认命了、啊，对不对啊？不敢追求啊！你没事，你怎么知道呢？对不对呢？那么客气，那我回去才捶胸顿足，还、啊、有什么？那求什么？你不要求法力吗？啊？那你今天来求什么？今天来修什么？好难选择啊，菩萨，对不对？能不能一选三？ <laughs> 对不对？你要选择什么？就只能选一样。你要踏进来一道门，想清楚了没有？啊，清楚什么？要什么？智慧。OK。那你们要求智慧，你们要智慧，你们选了智慧这一道门，然后你们开门进去了。 那么菩萨就会问：“你为什么要选择智慧？因为太笨了，太蠢了。<laughs> ”嗯、啊，还有嘞，还有什么回答？为什么要选择智慧？为什么？有智慧去明心见性。还有呢，搞咩啊，那么小声，要讲就讲大声一点呐、啊。 不怕错啊，对不对啊？有智慧才可以超越种种的关，才可以解脱。有智慧才能超越种种的关关卡，才能够解脱。像他这样小声，谁听得到？要大声嘛！刚刚还偷偷跑来跟我讲，上司，今天是我的生日，不要讲哦。<laughs> 就这样，你不要讲，你就不要跑来跟我讲嘛。<laughs> 这就是要我告诉全世界的人嘛，有这种人，<laughs> 对不对？<laughs> 是啊，那你不要讲，就 keep 住在你的心里，还跟我说：“师，今天是我生日，不要讲哦。<laughs> ” OK，为什么要选择智慧？只知道智慧不错，应该选。 还是因为别人选，我不能说我要选财富，对不对？显得太入世了，太俗了。有人选敬爱啊，不错啊，对不对？化成爱朗明王，是不是呢？大敬爱尊就是爱朗明王啊，是不是呢？哇，把天下情人都凑成一堆。 是不是东配南，南西南，全部都配成一堆？反正你看了喜欢就乱点鸳鸯谱，<laughs> 是不是呢？是不是通通敬爱？眼里情人眼里出西施，大家开心就好，是不是？就好像有一个师姐的小孩，哇，很久没有见到他了，啊，偶、哦、尔、哦、见到他，我说最近好吗？ 他跟我讲，很酷的，给我点头，yes，嗯，g o o d 嗯嗯，对啊，我说有没有女朋友？嗯、mm?，我说哦，那没关系，有的话带来见我。嗯、mm.，什么意思呢？I have a friend, but it's men. 要明白吗？我说，OK，那 s OK for me，OK、okay。呀，带他来见我，他就开始微笑，因为我没有排挤。上司真的做到完全没有分别，good，上司 are good，是不是？怎么办呢、啊？我如果马上嘴角一撇，眼睛一勾，什么？ 我等下出去就被打了，<laughs> <laughs> 是不是？没有办法，这世界上因果没办法，是不是呢？怎么办？这世界就是这样子、啊、在你们看那个是男的生，可是在我看他是女的生。前世的因果有什么办法呢？这事变这样。 那，所以你们选择智慧什么？师尊说过，智慧跟慈悲。如果你没有真正的智慧，宁愿选择慈悲，因为没有慈悲心而有智慧。 有时候智慧过头，不是真智慧，反正是非常危险。什么叫智慧？要明白。你像这世界上所有最祸乱的源头，都是来自于最聪明的人，发明这个、制造这个，是不是？看起来是在利益众生，可是灾难一来，嗡，他所发明的东西。 真的是毁灭终生，所以呢，啊，以给大家一个参考，也无法去选择，去好好想，你为什么要选择智慧？因为我们是修行的团体，所以自然而然，大家的想法念头会选择这一种用词的字眼。 难道你不需要财富吗？怎么不需要？对不对？有财富，付清你所有的债，付清你的房子开销，有一笔钱让你没有后顾之忧，你可以天天来修，来做义工，来自立利,利他，这不是很多人的期望吗？ 这是现实啊！你们不要这样子吗？<要>嗯，只有一个回答，<laughs> 对不对呢？是不是？这是很现实的事啊！是不是？你不要法力嘛？昨天我看了一个同门寄给我的 email 啊、哦，我又讲到 email，这个电脑好可怕。 为什么你们能够对住电脑那么久呢？我一对久一点就头昏眼花，一下电视拿，一下眼镜拿起来，一下又眼镜戴起来，眼花了，你知道吗？然后那个什么滑鼠，稍微动一下，怎么僵硬了？手拿起来变这样啊！你们怎么那么厉害啊？啊，啊，我就很敬佩那种天天这样抱住电脑玩 game 的或玩什么的，哇，我没有办法 电电这电脑好像科技这个对我有有冲犯，我没办法哎，而且哇，好毒好毒哦！请问你们这样一天多久在电脑上？要节界啊！要节界啊！这出来的辐射好强哦，好强啊！我记得有一位弘法人员跟师尊讲。 他在他在这个做事上面啊、哦，他们的这一个编辑啊，什么种种这上面哇，常常都坏掉这电脑。师尊就说要结界啊，啊，结界，电脑要结界。我就看他一眼啊，你现在才知道，<laughs> 不是只有人要结界啊，你所用的东西都要结界啊。 他不让你顺利的从中取得讯息，不顺利的让你做事，这都是要结界的啊！尤其我们现在把所有的佛学佛法全部都灌在里面，要传递、要办事，就是不让你顺利去传递，要结界啊！这结界以外。 不要让它全部常常受到破坏干扰，再来，也不要让这个辐射那么强的铸造你，迟早都会有毒的、有病的、有癌的。刚刚说过，弘法、修法啊，修法种种这些融入这样子的一个法当中，融入这样子的佛法、佛菩萨当中、佛光当中，你整个从头到脚，你天天都是光明的念头。 真的就是光哎！这个光，你随手一挥，你的手所飘过的都是光哎。你所做的事，全部都是光中。你都遇到磁场一样的，全部都能够成哎。这是真实的。有一次，我跟随师尊从真活密院出来，要走上开示的大殿，大家都在那边等，都站在那边。我陪着师尊从下面。 西雅图的雷藏寺从他的家真火面出来，不是法会，就是一般的礼拜六开市这样。然后大家在那边嗡咕噜念称字，在等我们爬楼梯上去。其中就有一个师姐，她穿着玻璃丝袜、洋装裙、短裙，没有穿鞋子，因为在里面。突然冲下来，没有人冲下来，就只有她，很激动，大概很久没见到。 哇！从上面石砖石砖，从哒哒哒哒哒哒，我好怕他跌倒，好急哦！然后就哇一下子朝冲到石砖前面，啪就跪下去了。你要知道，那个穿那个玻璃丝袜、啊，如果遇到这种撞击，那种粗面就会裂开来的，就会撕破的。他不管，啪！啊，那那个粗地啊，有小碎石还是怎么样？这膝盖一破都会痛的，他不管，啪，他就跪下去。 师尊看他远远这样冲下来，很真情流露的，很诚心尽意的，啪就跪下去。师尊，阿弥陀佛，师尊，很诚心顶礼，没有求说啊，师尊，我求你，我家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没有，只是说师尊，阿弥陀佛，很诚心的只讲这样子顶礼。师尊也这样子合起走来，阿弥陀佛，就这样对着他，阿弥陀佛，然后就走了。 我在旁边就看到师尊这样子的合手，阿弥陀佛，我就看他的手掌射出在强烈的蓝光，就照到这个师姐的这一个左肩这里的胸部这里，为什么？正好滋生一颗癌细胞起来，啪，就把它照灭了，就走了。就这样子一个动作，他就把一个人。 要显现的灾厄就化解消除了，谁会知道修法的成就是什么？无形中就已经把你化解的灾难了，你不知道，你的灾难被化解在何处，在何时，你不知道。所以大家有像这样子的一个师姐善信。 这一种诚心的心念，大家都远远站着等师尊来例行公事，可是他觉得这样不够，他冲过来跪下去，结果起来，起这个什么膝盖这里也破，那里也淤紫，哪里因为那种速度冲刺，啪就跪下去。你们去过那个地都是很粗糙的，不是光滑的，很粗糙的水泥地，啪。 又是穿裙子，啊，也穿得很漂亮，啪就跪下去，不怕人家看不起，不怕人家笑他，只为了来跪着跟师尊说一句阿弥陀佛称佛，这就是一种诚心，一种供养，一个尊重。啪，师尊也回他阿弥陀佛。看起来你是说师尊也在回他阿弥，其实不是。 师尊看着他这样顶礼恭敬的一个供养心，啪是福，啪你的灾难到了，啪化解了，擦身而过。本来这个癌细胞，人有癌细胞，至少生长五到八年、十年才变成症状。我们现在也许有，我们不知道。 要滋生到一个时间性发作起来，发作你也觉得没什么，也没马上去检查或是注意。有分四期：初期、二期、三期、末期。一般来讲，到了末期，啪，才去检查，来不及了。现在的病症，几乎最怕就是癌症。 随手随处随耳都听到这个癌那个癌这个癌。那最近不是有一个就是影星很有名叫什么？那个叫什么？有领养人，嫁给那个什么是男女啊？Angelina 是吧？哦，对。她才三十七岁，因为她没有癌症，有八十七 percent 的基因乳癌，她不要等到那时候，她现在就去把它割掉。哇！ 他是隐形哎，对不对？有这种人，你们会不会做啊？还没有被医生宣判你是癌症了，他就先下手把那个癌细胞杀死，绝对不允许你上我的身，让我被宣布绝对是癌症。患癌症的人他有这样子的基因可能性，他家里有这样子。 的这一种传染，他就去把它割掉，他不要担心，他不要每天很有可能，我八十、七十，哦，我有可能哪一天这样，哪一天那样，通通给他死，他就割掉了，哇，是不是？这种决心，这种心态，我看没有几个。 被宣布是都很难割掉嘞。我们就有一个同门，医生宣布他啊，右边的乳房有癌细胞了，一定要切割，哭的要死要活。我割了我怎么办？我还要做人吗？是不是呢？怎么样都不肯。医生跟他讲，你不割的话，你来不及了。怎么样都不肯，他来求我加持。 我不要割，我宁愿死，不然我省了一半的奶，我去投胎怎么办？我变成怪物，我不全，哎呦，听都听不懂，什么全不全？我不要带个乳房死掉，啊，昏倒了，哎呀，人家都还没有，啪就切掉，哎，嗯，哼。真的很可惜。 他若、啊、早一点遇到我们，何必担心那个八十七 percent 以后会呢？那修法就会没有了，你信吗？你每天这样子想，这样的佛菩萨的光去照，照头到脚每一个部分去照，每个地方，因为我们同修时间比较短，你自己自修可以好好的用光来洗澡。 用光来洗除你所有的肮脏，你从开始头照，对不对？额头开始照这一片肮脏，你像你擦肥皂、你洗乳什么这些，让它洗干净。一次不行，两次不行，你用光来照嘛，把这一片黑的你自己去想，光照到把这些黑的全部都照到没有黑为止。里面的毒素、里面的残身、里面的细菌那些什么不好的，通通好好的照。 这是真的啦、啊，你有可能发生这种癌细胞在哪里？好好的照，照到这个黑气、黑水、黑虫、毒虫全部出来，你认为满意为止，你再移到下一部分去，你天天常常这样，真的不会有问题啦。然后再喝大杯水。 我们曾经有过一个肝癌，医生宣布末期了，最多不没有超过三个月的寿命。他告诉我，医生把他开刀，那个瘤像手掌这么大，赶快又把它缝起来，没办法动手术，已经到了末期，真的没办法，想尽办法要帮他都没办法。 来这里跟我们求，妈妈跟太太都来求，太太刚怀孕，怎么办？所以我们就叫他念《高王观心经》，叫他持咒修法，叫他皈依。人家介绍他来，结果一个人念，妈妈带太太也一起念，他念一千遍，两个。 好，再加注念，就一共三千遍，一个礼拜，从早到晚不停的念，不是只有嘴巴念，我要叫他观想，每念尊佛菩萨都放光照他的肝，这个光照他，妈妈跟太太同时念也观想光照他，观想这个光照这个肝，这个柳把它缩小，把它化无。 他们念完了，再去检查，这个手掌大的肝的瘤癌瘤不见了，奇迹，高兴的不得了，哇！你来我们这里作证啊啊啊啊！大家都很开心。 我也笑到嘴巴到耳朵那里，哈、啊！结局是什么？没有了苍疤，忘了痛。他觉得老天要给他生命，给他机会，就是什么？赶快赚多一点钱。他小孩还没生，要留多一点钱给他。知道这一次的危险，哇！人不赶快把握，不行了、啊。所以他的公司。 哇，本来做的很好，再赶快加长的扩展，再加多股东，再加什么？那你知道，没有休息，没有修养，叫他做什么功课，通通都来不及时间了。觉得这个老天在给他这个时间机会，要赶快把握。什么时候再来不知道。半年后见到他面，戴一个面具，防毒面具。 脸色全部变灰黑色，因为怕跟人接触会有传染，祈求我再给他加持功课，加倍都没关系，请再给他机会。你说呢？我叫他出来说给大家听，还有 tape 的话找出来，看他那个样子，像太空人这样说话。 所以，很多时候哈、哦，给了机会，不可能还会再有机会。人生往往有时候就这么一次，你没有把握过去了就过去了。他、啊、见完证以后，一个礼拜后就死了，小孩都还没出生呢。一个这样子的手中掌心大的矮柳，能够不见。 这是多大的奇迹呀、啊！凡事你们要记得，你问世、你修法，你祈求，有什么给你感应？不要太快，happy，那是给你信心，给你知道你要更加努力去好好的做出来。更要做的事，不是从此。 Happy ending，他是给你一个信心，给你知道人间确实有这么样子的力量。再来，你要好好的维护，好好的把握，没有以前做的事要做起来。我看过一篇报道，有一个人在写这些老人，因为现在五十五岁开始以后就变成老的，他们想。 五十五岁到七十五岁，在以前的眼光，这种人叫做退休了。但是因为科学科技的文明，已经把大家的寿命延长了，所以五十五岁就是现在人的七十五岁，七十五岁就是九十岁，现在都延长到这个样子了。所以他就去到处去写这些老人，尤其是到了最后。 已经最后要走的这种安宁病房的人，看他，哈，就写出来。你觉得你活这一世，你觉得你走到这个尽头了，你还有什么事情？你觉得没有做的，或是你觉得怎么样？他说90，百分之九十的老人都后悔。 几乎躺在那里的安宁病房等死的人，百分之九十的老人都跟他讲，他很后悔，后悔什么？后悔很多事没有去做，该行善的那时候都觉得以后再做，有钱再做，结果都没有机会做。该怎么样？大部分百分之九十都觉得。 行善不够，积福不够，助人不够，奇怪啊、哦！几乎百分之九十要死的人，竟然会觉得我这一生当中确实活得这样子久，确实不够，就是在于行善助人，后悔这一点。可见人都还是有一些良心良知的。 只是都活在这一种争斗、好取的当中，哦，家人窄小、互相的这样子的排挤、矛盾之中，哦，就像几个人天天这样子的、这样子生活的困难之中，忘了他这一世原来活在这么大群的众生当中，不是就这么小几个人当中，他想要去做。 以前的环境智慧不够，总觉得那不是你的事，不需要这样做但是到了临死，就觉得这也是你的人生之一的事，想要做，现在等死了，没有办法做。你即使跟家人说，我想要帮助什么，你的儿女家庭从小没有经由你这样子的去协助帮助的训练，他们也没有这种心胸。 你说要做，通通不给你做。他们自己用都不够了，还拿你的钱给别人，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就带着遗憾走了。那个写这些老人心声的，他发现到，所以他就写出：你还活着的时候，还有自主能力的时候，赶快做，不要带着遗憾走。 他就这样子讲：可以助人的时候助吧，可以救人的时候救吧，可以行善的时候行善吧，可以做义工的时候做义工吧。不要等到最后什么都做不了，带着缺失遗憾离开这世间。啊，这个是我前几天看的一篇报道。啊，今天就跟大家结缘至此。 谢谢大家，一切吉祥，嗡玛尼巴美哄。